2021最新购买 UV 直喷机必须知道的五件事。UV 直喷是将墨水直接喷到物体上，同时 UV 直喷机上的 LED 灯照射到油墨上，使之快速干燥，更快与成印物融合。搭配的 LED 灯发光过程中产生的热量较少，发热强度较低，因此像亚克力板、PVC、PET 这些怕热容易变形的材质，也适用 UV 直喷的印刷方式。此外， UV LED 灯耗电量较低，可替您节省印刷成本，颜色丰富，印刷饱和度高。纺织直喷印刷适用于纺织产品，尤其是含棉 80% 以上的成衣，而一生的 DTG 纺织数位印刷机系列是透过桌上型平台直喷机，将专用的水性颜料喷染到纤维里，再利用高温热烫的技术来固色。但直喷印刷较不适合大量印制，随着数量增加，价位也水涨船高，且颜色呈现的效果不比网版印刷饱和。而 UV 直喷机则是利用 UV LED 灯照射墨水后，直接将墨水印制到各种材质上，可在塑胶、皮革、木材、玻璃、亚克力表面呈现全彩图案，不止饱和度更高，解析度更好，也提供特殊油墨印制，将亮光或白色效果轻松呈现。人性化功能，人力成本越来越高的时代，直喷机最好选购设计及操作简单，甚至单人操作就可以应付生产需求的品牌。像是 Apex 提供中文的操作界面，软体制图只要设定好尺寸数量，最快四个步骤就能印制你要的图案，性价比高。 Apex 的 UV 直喷机油墨灵活且应用范围广，提供多种延展性的油墨及透明油墨，可直接印制在各种材质物体，无论是塑胶、石材、皮革、木材、金属、玻璃、水晶、亚克力、PVC、XPC、铜板纸皆可。此外，特殊材质也有相应的前处理液。 Apex 提供的前处理液是许多过去产品无法印刷的解决方案，可印制白色颜料，一般四色印表机无法喷印白墨，除了颜色表现较局限外，印刷易受到成印物底色的影响，无法呈现最完美的图档色彩。 UV 直喷机的白墨处理了这个问题，白墨可先在成印物上打底，再将彩色墨水喷印在白墨上方，让色彩鲜艳不失真。 UV 直喷机拥有白墨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做出浮雕效果，透过白墨层层堆叠，最上层喷印彩色墨水，制作出表面的立体质感。 UV 数位印刷机可应用于多种材质，其功能性更是远远超过传统印刷设备。 UV 数位印刷机推荐一生数位印刷设备，马上预约参观一生展销体验中心，详细了解数位印刷的特色吧。